Hello，今天呢，巧克力准备离开这个房车营地了。现在呢是准备跟着玉刚哥，我们俩一起出去露营。今天呢就跟着玉刚哥他们的车走，让他们找地方，因为他们的车子比较大。我要是找的地方的话，我怕他们车子不能停。今天的天可真蓝。现在呢，这边是不允许上山了，路不通，所以我们决定去海边。这个两个人距离太远了，每次都要跑上跑下车，说太麻烦了。之前的小米对讲机，我觉得可以派上用场。这样的话多少方便一点，你试一下。Hello Hello。Hello。行了，好。这边呢是先给车子加点油，油价已经达到了8.6块。天哪！经过今天下午这么一转，我才知道，原来大理是这么宽阔的，好多地方没去到呀。玉刚哥带我走的这条路呢，要漂亮一些。这边呢是又到了一个房车营地，但边上的车都停满了，我应该要停哪边去呢？大家都在拍他这个摩托车下来，可以的，没事，刚下车摔了一跤，这几位姐姐都是认识我的，真好。到处都能有人聊天说话，你看这小狗狗，它们不太跟我玩。我现在身上可能没有狗味了，应该还有这么久了，应该还有。现在是车已经停好了，看一下顶棚刚升上来，这边看过去呢就是洱海边，站得比较高，视线就比较好。这会儿呢天气已经不是很好了，但我们可以晚上想下去逛逛的时候可以下去逛逛，明天呢可以去杨丽萍艺术馆玩玩，或者去这边哪里走走。好了，这会儿呢玉刚哥是准备放点水给嫂子泡澡呢，本来我今天也要参与的，可惜了，我只能泡脚。看一下面对这样的美景泡澡多舒服呀。这鱼刚刚洗过啊，这个放出来过后呢就是热水。本来呢嫂子是说把这个浴缸留着跟我一起，我们俩一起体验他的第一次的。浴缸的第一次留给你倒是很无奈，没办法，好浪漫哦，还红酒。我今天刚好不方便泡澡，是要是昨天的话都还行，刚好今天非常不方便。里面水很烫的，只有让嫂子一个人泡了。又完了，一个浴缸都成了网红打卡点了，以后呢，停在哪你们就在哪去挂个牌子，拍照5元。拍照10元，哈哈哈哈。用点牛奶进去啊！哇塞，不用了吧？泡泡浴，泡泡的那个温泉。要。生活真的实在是太显瘦了。哇，他在抓蚊子。本来呢这会儿应该是我在里面享受着一起，太可惜了。的确泡个脚太可惜啦。第一次给你留着你竟然不要。太可惜了，谁让我洗不成澡。这个说我只能来
来。过两位美女。辛苦了。你看，我们这边泡着泡着，还有专门的人伺候着，好美呀、啊。虽然我不能泡澡，但是我能磨腿呀、啊。兄弟们，我有点受不了了。我告诉你，我可是女流氓啊！你不要跟我来吧。你给我怎么会了？你给我怎么会？你给我怎么会？你赢了。他流氓这么多年没见过，没见过这么主动的。他喜欢被动的。我晕了。就在这边泡个澡，拍点美美的照片，喝一杯，然后你看我这脸红的，晕了，完全晕了。我们这会儿呢还没吃饭，菜呢是已经全部备齐了，我的饭也焖上了，稍等一会儿，等我的饭熟了就可以弄菜了。好，就开始炒菜了，我要下去看一下我的饭熟了没。三菜一汤，看一下美美的。嫂子炒菜真的炒得好香啊，辛苦了嫂子。辛苦嫂子做的饭。哇，你弄的，这明星活多远呢？感谢巧克力焖的饭。这好好吃啊！要不要这么逗？巧克力，这好好吃。喝了杯酒，这脸小脸红扑扑的。老婆，这段时间辛苦你了。谢谢你对我的支持，非常感谢。你看，好多人都羡慕我这样的生活，感谢有你，谢谢你的支持。没有你也，我也过不上这样的日子。感谢感谢。这，老婆，我爱你。哎，对嘛，就是嘛。